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条身高线，这条线记录住家人们的身高，像是一座梯子一样长在白纸上。在生日这一天，我会在站身高线前面，爸爸会用笔在白纸上画一条线来标记我的身高。当爸爸说你又长高了的时候，我感到非常开心，这代表住我又进步了一点。我好奇想知道自己需要多久才能爬到身高线的最终点，期待着未来的成长。